主席唔觀在座各位大家好，我哋係嚟自九龍同學中學部嘅高三學生。大家都知道現時疫情嚴重，全球暖化亦都日趨嚴重，抗疫環保兩樣嘢都刻不容緩。同時亦都有報告指出，病毒可以透過空氣中傳播。同時我哋都發現大部分嘅疫症都係嚟自於學校等嘅多人地方，所以為咗學生嘅安全，我哋已經做足防護措施。經過我們的討論，我們站在學生的角度研發了一款消毒 locker， 它不同市面上的紫外光燈盒價格高、效能低，它反而是低成本、效能中等。這個時間就交給我們的利坤老師。多位大家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做出來的 locker， 這個是大人文版電池，這個就是我們的後備電源，還有這個 Adreno 的 Uno 電板，磁能感應器。而大家所見，當我們打開了這道門之後，入面將會呈現白光。而當我們關上這道門之後，磁能感應器將會運作，入面亦都將會變成紫光。讓我為大家展示一下裡面的紫色內部。而大家所見，入面仍然是進行白光，但如果我們將這個磁石放在磁能感應器前面，它將會再紫光燈。由於子彈關係，我們現在用的是紫光燈條，到實際操作可能時我們會用紫外光燈條，但因為紫外光燈條會危害眼睛，所以我們現在沒用。而實際使用可能時，因為門關上它才會開始發出紫外光燈，同學也可以安心使用。我們這個箱不單止可以放到書本、快樂，我們還可以放文具甚至銀包。最後等我帶大家近距離看看我們這個製作出來的 locker。